米色长裤搭配四色卡其外套，从戏剧出道的男团机智男孩 IT Boys 登上沈玉琳和 Melody 的节目，万绿丛中一点红。Melody 面对着青春的马太，心花怒放。颜色也搭，哎呦喂呀！颜色搭吗？弟弟就是这样子可爱，耳朵还会发红。跟姐在一起，你也不用唱歌了，上岸了。姐是有钱人了，按个头啊！同样一身米白色套装的钟岳轩被 Melody 钦点，站一起还真有点配。二十多岁的鲜肉们也挑起他的兴趣。燕婷，我是金牛。金牛，那我在这边好，因为我觉得金牛好像我跟金牛好像比较好。啊、真的吗？三个都问星座，你有没有关心他们？对啊，我呢？封毅什么星座？射手啊，不重要。一旁的封毅被狠狠亏了一番，毕竟去年十二月才出道，演艺资历还算浅。两位主持人相对资深，也为他们的演艺之路给一些指点。依我看来，是继 F 四之后最帅的团体。哥讲话从不夸张，这你们大家都很清楚。大场面不是没见过，出道短短两个月，前后登上新北耶诞城和台东跨年，那今年的演出规划呢？目前的话呢，拉斯维加斯有在敲我们。对，红刊的部分也有。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赶紧解释，开玩笑啦，但还是希望先从见面会做起，稳扎稳打，南海顺风这才来临。TVBS 新闻李明辉、吴居贤、李杰、江木君他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